上的线，对，要是你的线上面的有物料保护就是不会的，不会打这个电话，除非是说你那个漆的那一表面的那一层已经很薄了，那抛光还是有的，你毕竟要抛在上面。哎，这个已经完成好了，已经上了多一层涂料了。没有啊，就是说这个已经做好的，就是说这之前你必须把这个胶完全清理掉，之后才能涂上一层，要不然那个胶永远在那边，那么还是胶被那个涂料保护的那个胶感，所以说之前你就必须把它清理掉。像后面这样这样，对，就是后面的，后面其实它能够。更加，你要你可以将这两个表面哪一个比较一点，就是这个利用这个哑光的面呢，能够表达你的地方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清晰一些，而且就是说不用因为用使用这个重型使用的场合啊，没有什么刮伤，你看得很明显。但是亮光其实稍微一个一条线就比较看得清楚，所以他们建议你，要是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呢，选择哑光会比较好，保养上会比较好。